开会了。我问你，孙佳辉，你为啥看不上补点啊？啊？他又欺负你外孙，看你外孙了，看着没？补点啊？你看到孩儿了吗？看到外孙了吗？啊？他看了，你看着没？该咬你活该！你老爷看你外孙干啥？跟你要躺下了，那你还看一孩呢？你看你大亮多好，从来不看孩，是不是大亮？你看见没？不点看看怕啥？他也没咬，听话，妈妈给发香肠吃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你过来坐好，发香肠来，来坐好发香肠，不然你起来吧。家人们啊，小香肠14.9一大包，950克，60根啊，鸡肉味和牛味的。两种口味，宝宝可爱吃了啊，猫也能吃，狗也能吃啊，一个月以上的毛孩子都可以吃，软软乎乎的啊，给补点吃口啊。以后不行欺负补点，大辉啊，补点不就看看孩吗？也没咬孩，是不是？你看你这不放心，就呼了你大外孙，是不是？